30分钟能做什么？喝一杯热咖啡，吃一顿美味的汉堡，刷一集热爱的电视剧，还是一个轻松的午后小憩？当然，还能让可爱的熊猫 mini 电量由30%恢复到80%，再次拥有满满的安全感，又可以充满能量的再次出发了。